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黄杨达当选，当选，黄杨达当选，黄杨达当选，黄杨达当选。大家好，嗱，我算系咁啦，着到咁啊，系嘛，算系俾面啦，系嘛。應該好讚歎噶，過獎啦，過獎。各位大家好，臨近投票日，剩翻一個禮拜，咁樣咧，去到最後嘅階段，大家都好緊張。今日咧，係我哋成個永續基本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在選舉投票日之前最後一次造勢大會，剛才都有些雨，但去到我們正式開始的時候結果都停雨，那裡見到藍天了。現在這一場雨是想跟大家說，當然正如我每一次我都跟大家說，我告訴大家聽，我們搞的集會是不會落雨的，我講過好多次嘅，正式開始嘅時候係絕對唔會嘅。咁但係點解都要有場咁嘅雨呢？就係提醒大家，所有嘅勝利都並唔係必然嘅，所有嘅果實都係通過大家艱苦嘅努力同埋奮鬥，然之後先至可以得到一個甜美嘅成果。去到最後幾個階段，我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我哋必須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去爭取香港人值得擁有的一次勝利。最近很多人都留意到我哋熱普城與公民普羅政作院和香港復興會的走勢，大家都終於見識到一件事，大家都終於知道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這個運動是的而且確有可能達成。當初我們提出這件事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這件事是天方夜談，很多人都覺得喂，你五區當選先算啦。現在還有沒有人夠膽跟我們說你五區當選先算啦？現在已經五區當選在望了，是不是？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我想跟大家說，最後一個星期必然有很多以語抹黑、打擊，甚至乎是恐嚇、肢體衝撞，是會陸續地出現。剛才一周刊記者都有來訪問我，我問黃毓民一不一起去，他說屌他今個星期三就應該做篇報導來抹黑我的那些樣。但是今時今日，你看《熱血時報》還是看《蘋果日報》啊？《熱血時報》，你曬氣啦，肥佬禮同我鬥。這個不是我的努力的成果，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絕對不能鬆懈。我們已經辛苦了這麼久，現在去到臨門一腳，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繼續堅守下去，還有要呼籲更多更多人去投入這個運動。不要以為剩下七日差不多了，夠皮了，有些人現在開始吹風了，說黃毓民夠票了，屌你啦，我們每一票都要全投於保勝，選舉是一個考驗，不單止是對我們幾個的考驗，也不單止是對我們團隊的考驗，是對整個香港的考驗。這一次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的運動，小弟黃楊達費盡我的心思去到接受這樣的地步，去統籌策劃整個計劃如何行進，
如何地去鋪排，如何地去推廣，如何地去宣傳，如何地去行動。我哋有最強動員力嘅政治組織，我哋有全香港最具政治魅力嘅黃毓民。香港論述最出眾的陳雲老師，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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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我哋有最有勇氣的前線行動者鄭錦滿。我們有全香港最靚仔的年輕學人鄭松泰。泰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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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博。呢個全民制憲的運動，我們有論述，有計劃，有行動力。我們要靚仔有靚仔，要論述有論述，要有魅力型的領袖有領袖。你要打，我哋都有打得嘅。我哋已經盡曬我哋嘅心力，盡曬我哋嘅心血。我哋有願景，我哋尋找香港嘅出路。我哋俾咗一條最好嘅道路，香港人去選擇。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考驗。九月四號係一個考驗。呢個考驗唔單止係考慮緊我哋呢個團隊，呢個考驗係考驗緊香港人，你是否值得擁有？我希望九月四号所有香港人都可以清醒地去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而公民普罗政作院和香港复兴会这个热普城的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一旦能够成功推动的话，我们能够在一个这么严峻的香港环境里面，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付出我们最大的心血，甚至乎牺牲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推动香港谋求一条出路。但如果香港人最后选择了一些无关痛痒或者是空口讲白话的，那就要九月五号之后再跟你们讲，就可能要找国师念一下那些悼念的土文诸如此类那些这样。但是我对香港人有信心，我相信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抉择，而我亦都相信我们最终必然会成功。而成功的方法永远都只有一个，成功之前我们绝对不要放弃梦想。多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